他就这样绽放，对吧？哦哦、对吧？哇、哦、哇、哦！还有可以这样，屏幕里面。哇！哇！对啊，花。杨老师，我卡在了开的那一步。来，我们现在检查作业。好，检查作业。春天来了，杨老师带我们一起开花。然后透过花瓣看世界。老师有一个花，就是藏在花包包里面不肯出来。你看那个，是不是？那朵花你是怎么了？那朵花就不配开，不配开，不配绽放。我跟你说，你算好的，中间有几个我就不说了，非常像泡椒凤爪，看不下去。还有一只我是佤族人的，就是因为佤族人崇拜火苗，火，所以现在用手来表达火了，火苗，好。烤火，然后我呀，这个手指头就开始抖动啊，它是有节律的那种，然后开始伸盆啊，这个交错上伸，哇，越来越大，是吧？烧着了，然后还可以这个火苗可以一直燃烧，哇。你看看人家都是手，区别怎么那么大？